求婚最重要的就是戒指啊，没戒指就完了吧？是人吧？要人吧？哦，对了，没有是要答应了。大家梦想中的求婚是什么样子呢？要是女士绝美皇上和合作演技戒指流浪记，有一只遗失的戒指探讨婚姻，正好结婚五年的佑胜才刚送给老婆雷妈戒指庆祝生日，再次告白，有跪下哦。对对对，有，我刚才把那戒指拔下来，因为我刚刚这样，哎，不对，在上面嘛。但是我确实戒指这件事我就非常担心，我说我不想上演戒指流浪记，所以拜托那个我就请了一个好朋友，我不能放身上，因为他是惊喜，就是雷妈完全不知道，我就放你身上，我说你不能弄掉，你不能弄掉，我不想演，我不想要开玩笑。对，所以当天就还好没有掉这样。再一次希望我们继续走下去啊，我只说你愿不愿意继续当我老婆，就这样。这样是第几年？今年我们第五年，五年多了，五年都好久了，好久，对不对？觉得你们中间好多事情，对，不正常，对，才五年，因为小孩多久就多久啊，奉子成婚的嘛，所以我女儿五岁半就大概知道我们结婚多久。当年呢，有啊，其实我求婚，因为我太太是不喜欢像昨天那样场面的，所以我是在我房间跟她求婚，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，我就突然拿出戒指，然后就开始跟她告白，然后告白就。跟他求婚，这样其实蛮棒的，就失败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对啊，关起门来。对对对，你不要说出去哦，你不要说出去哦，我没跟你求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女生会有特别想要结婚钻戒这件事，在魏雨熙吧，你就是疯狂，对，想结婚的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，把它化为实体很危险。我觉得最好不要化为现实，反而比较好保存。啊，所以如果有人跟你下跪求婚，你会逃跑？我会手刀逃跑，就很像厕所一样，就是里面的很想出去，外面的很想进。厕所很容易厕所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好的，我自己还蛮想结婚。厕所很重要啊，谁家没厕所？想去厕所，厕所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有标题了，谢谢。是吗？有门跟没门的差别，这样子。结婚好不好？对现在怀孕七个月的 Jenny 来说特别有感。Coronavirus 不是害我们离婚，就是害我们有第二个宝宝。对，有吵，但是也有第二个宝，也有对，没有很想要远距离。但是因为疫情，我们就是 George 那边美国的工作全部都停。然后所以他只能陪着我。所以这我觉得状况比较不一样。会，这个表情会，他必须会吧？剩两个月，补充一下，还有的，没有的话就真的要一辈子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没有的话我真的会翻脸，没有他也没有事做啦。